而且 BTS 我看了一下，好像换了教练。那 BSY 又好像休息了。啊，可惜我工作有点多。可惜，不然你也可以去对吧？可惜我工作有点多。你工作有点多。对啊，可惜了，我们 BB 这么好。可惜了，兄弟，咱们两个。对，我们两个去了，直接一起飞了是吧？可惜，工作太忙了，兄弟。可惜。对啊，昨天我看了一下那个微博，好像是他们发了，就是说休息。嗯。哇，可惜了呀。可惜了。不然我直接到那里做 BP， 兄弟们，我的 BP 大家都知道对吧？直接无敌起飞。我的战术安排大家也知道 对吧？直接我们两个过去直接起飞。对，我们只给选手想要的英雄。对啊。我不考虑，我先不考虑这个选手到底这个 BP 选出来怎么样，先给选手想要的英雄，跟战马一样。OK。你 B 哥选什么？我会去那里跟选手说，兄弟们选什么，让你们选。主要是今年我看了有几个教练的那个。真的是 BP 第一把跟第二把一模一样，真的有点头铁，就感觉没有准备太多东西吧，对，感觉啊没有准备太多东西，就感觉第一把跟第二把的 BP 是一模一样，第三把也是输了还是一样选那个头铁，我太铁了。